发现医务是从来不用的。一三零九，一三零九，张惠芝张大姐，一三一零，一三一零，靠不住的，没这个力的。廖丽秀廖大姐，一三一一，一三一一。廖信之一三一二，一三一二。周奇伦一三一五，一三一五。然后欧元泽欧大哥，还有张廖文琪一三一六，一三一六。然后周玉润周大姐三三零四，三三零四。刘有信刘大哥三三一一，三三一一。然后我的房号是一二一零，一二一零。房间打房间直播，房间打房间直播。然后房间有水啊，有水，有免费的矿泉水，没有消费性物品。客房服务中心一二零零。一二零零，然后早餐在一楼，大厅是在二楼，我们缴房卡的地方在二楼，一样。明天早餐，一样，早上 morning call 时间6:20，然后7点用早餐放行李，7:30准时出发。那哪一位？一二一二一零，一二一零，好，我的房号是一二一零。然后有没有人没有听清楚您的房号的？可以哈，接到台，宁波接台，不好说，要上次话筒。他提前一天到了，我说你坐台，我说话筒。客房服务一二零零哈，一二零零。接到绍兴，实在不能点了，扯着嗓子讲，然后到了那个住百日之星，再叫。那你明天等一下，你到酒店跟他讲，就是直接上车嘛。大厅缴完房卡以后，就下楼直接上车，因为他缴房卡也是在二楼。明天我吃饭，我们吃饭可以收房卡。对啊，明天我就房押金做个预售权，反正没事就直接退庄，不交押金，押金还得退房子。那个，就是黄山下面不是有卖拐杖的地方吗？他应该有卖情侣用品。不是都带了吗？不都带了吗？我都有交代他们带，但是我有听到外面一个客人问我说呢，他就直接来这边买，我建议他不要来这边买。可能船没上山就已经破掉了。那就明天到新光线那边有个换乘地方，他去买。嗯，对。还有人从拐杖，要不然来这边买。随便，一次性的拐杖。对呀、跟他讲有卖了，这边是有卖拐杖。只要现在还有吗？有钱什么都有。因为我记得都会在那边换车，不是？对，都会有。对呀、所以我就想说，都会在那边换车了。他们如果没带到的。我准备啊，等我不做导游，我去专门做这个生意，就帮团队配送拐杖，配送语音，蛮好的，我觉得也好的，薄利多销呀。反正我跟外面卖的价格一样，对不对？饼干去哪里？今天没有地方。对，而且那个东莽叔你可以带一包吃啊。现在跟你讲的都是你身上如果有零食可以带着，因为我们没办法预期明天排队的人数。没有，明天换乘地方也有一个小商。那边啊，就是那个卖那个康师傅什么家做饼干。经过一个类似小店铺，对，要买明天那边也可以买。对，也有可能不会排到队，也可能会排到队。不要排到队就很早吃，有排到队就可能晚吃，这个没办法预期的。这个很难预料的。通常啊，来大陆旅游建议身上一定要摆零食，不管你去哪一个省，因为用餐时间通常都不稳定。如果去丝路啊，永远都是下午2-3点吃午餐，8-9点吃晚餐，10点进酒店，11点进酒店，天都还没。明天我大概8:30，8:20、8:30到。乱掉了。我8:30、8:20吧。对呀。哎，到。啊，不是买票为主，是排队的。我坐老鲁啊，从混车里面走啊。啊，还没到酒店以前，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哈。那有人有去过张家界的，就可以体会过什么叫做排缆车。哎，我们
哎，到哪里？从那去啊？卖家。再来又抢不赢你们韩国人。对，那常常呢，就明明那个排队啊，就像我们的机场一样，那明明就有围铁栏的嘛，那但是很奇怪，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团断掉了。